父慈悲看一个亡人，他叫林梅香，双木林，酸梅的梅，香味的香。林梅香。2012年，嗯，2012年过世的。林梅香，林梅香。林梅香，嗯，叫他好好再念，他需要念吗？就是你还要帮他念呢，他现在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也是在中阴身啊。啊，还在中阴身啊？啊。同修的母亲，对呀、啊，同修的母亲放不下，他可能上辈子跟一个外国人有感情。那需要再念多少呢，师傅？我看一下啊，89章。89章。好吗？嗯，好，感恩你，师傅。